到球，然后这块球发进来，这边 Futuro 哎，哇，这个球漂亮，配合，啊，哇，这个球不得了啊，漂亮漂亮，哇，真的是高级动作啊，哇，前线两个人的配合，哈哈哈。开心到想要来做一下 C 罗的动作啊，陈生伟跟陈昭安啊，对，这两个人配合，包括最后这个挑射啊，都是非常非常精彩啊。再来看一下陈生伟，哇，这个球啊，当然最后挑射很精彩，不过在前面呢，陈昭安跟陈生伟的那个撞墙的传球，真的是撞得非常的精彩啊！哇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高级的配合，再加上最后这个精彩的挑射，把球给射进到门内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